今天来菜场买点菜啊，这里头都已经停不进去了，就只能放路边儿。看路边还不少车，不过现在这个车的数量和这个当初这个过年的时候比差远了。过年的时候，好家伙，两边塞得满满的。好了，进来了啊，这不怎么堵吗？不知道为啥门口排那么多车，是不是因为有一个人什么健康宝打不开，扫不了码，一辆车卡一溜，那车也不怎么多，还好不算拥挤，比平时周五比平时周末来人还少点的样子。也不像囤货，你看这就这两袋。因为今天开始这个通州区，就我所在通州区，这个孩子这个不上学了啊，这个停课了。这个你看这量，这离抢购物囤货哎差太远了吧。这个这海鲜你看哪儿也不带缺的。啊，对，我买点面条去。我过年的时候买饺子皮都从这哪儿都排出去了，你看就是这摊儿，你看现在也没什么人排都。这摊都没人，买肉了，你看看。